溜溜，我保护你。哇，滑溜溜，溜溜滑。这家图书馆的管理员，今天有一个新的管理员来报道。哎 ，Hello， 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图书馆要小点声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看见这个字儿，什么？进？对呀、啊，别在门口站着了。你以前干过这种工作吗？我干过，我挺爱干活的。是吧？那咱们先从打扫卫生开始吧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把那个凳子啊摆到那个桌子上面。哎，对对对。哎呦，椅子蛮听话的哦。然后嘞？然后呢？有拖布，看见没？拖布。对。看见没？哎。呀，上次是客人洒了水，你把这收拾。啊？怎么会有这洒水？行。好的，搞定。哎，这个地方，哎，好好好。然后你再拿那个掸子呀，哪个呢？因为这个上面的书呢，经常不会有人看，不会有人看吗？就会落灰，落灰就打扫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上面。所以说你干了时间长呢，我也该退休了，我就能走了，是吧？没问题，好，我把所有会员都交给你。哎呀，哎呦，这怎么整的？怎么掉了？你看看，哎哎，徐露，你这时候来到图书馆还书。哎呦，露露。大东，哎，我来还书啊，知道啊，我来还书，我先教你啊，拿了那个，大东，你去帮徐璐把书捡起来，我来把书捡起来，快点，哦，好的好的，呀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捡书，我来帮你啊，我来帮你啊，来。来帮你捡书了。哎呦，刚刚我们俩不是见过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刚刚你在路上，对啊，你好像又掉东西，我帮你搬了一下。是，我来照顾客人。好好好，你这样，你把那个，把这几本书还书的是吧？还书，这都是地理那边的，摆到地理的。哦，好的。你摆吧。然然，然然，先用扫码器把书扫一下。啊，我得先扫一下啊，还书的咱得登记。好的。来，拿过来吧。没有，我们一本一本来，我先放两本吧。第一 ，OK OK。这个，来，露露过来。OK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最近胖了。啊，不是一直都这么。够了。你们认识吗？因为刚刚路上有碰到，搬了一下东西。对。来，第一。还有。这三本，第一，一共是十本，好，没问题。徐璐，你先找一把椅子，先坐好，坐吧，去，我们去坐。坐那看书，对。好的。哎，大东，哎，是，去图书架上的左侧最上方拿一本书，推荐给露露看。有一本很好的书，新书，我推荐给你看。好啊，你刚来第一天，你怎么知道那儿有书啊？因为他一看就是新的啊，这边都是旧的。啊，回。我想看下面那本。好，你说想看什么，我都帮你拿到。回。好的。买一送二。好的。
你的电脑拿出来，开始准备写论文。我要写论文了。你要写什么论文呢？最近生态平衡的问题。生态平衡啊，我听了蔬菜平衡。哦，我想说生态平衡跟我们现在息息相关。对呀，啊，要保护环境。也缺点，缺少点。露露，你真的是很有品味，居然在这种杯子。对呀，啊，时尚吧。时尚。我走在时尚最尖端。太尖了，太尖了。然然，你为徐璐准备了一些零食，你现在要送给她吃。露露啊，哎，是说前两天来想吃好吃的吗？哥哥就给你买了两袋这个啊。哇，你的薯片人真好，你的小红豆啊，你就可以边吃边看书了。徐璐，你现在不想吃，你想喝水。哦，我现在不想吃这个。为什么？太干了，哦，口渴。那倒点水，大东啊，给倒点水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好好好，突然见你我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。大东先把水桶放到饮水机上，来来来，哇，你别动手，让大东给你倒。新来的，我来。这小伙子干活也不行啊。行，我一定行的。来，没事。你要是能扔上去，扔那么准，真的，我把图书馆交给你。哎呀，没没没没。没你怎么今天干活总出怪声呢？静啊！啊，你没用过饮水机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去帮忙。哎呀，啊，急死我了！哎，啊，来，给这个露露接上她水，倒到这个有灰尘的茶杯里面。谢谢。啊，很烫啊！也没开热水呀。很烫，啊，这时候图书馆来了一个新的读书者。哎，你好，师傅在哪儿刷卡？在，来，在这儿。哎，好。第一，哎，来借书是吧？哎，是的，随便啊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们这边应有尽有，应有尽有啊，是吗？对对。我想找一下《蘑菇的一百种采访》。蘑菇的一百种采访。啊，很有是吗？好像没。哎。我们有蘑菇一百种采访吗？哎，我推荐你一本书吧，哎，就是小母猪的产后护理。啊，好，这本你可以拿回家看，特别好看。我还是在这儿看吧。在这儿看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您旁边有人吗？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好，林蕊你去吧，我上这儿。啊？您坐哪儿？啊，就这儿就行了。啊？哎。啊。哇，哎，看书吧，大东干活。哎，啊，好，行。哎，不是，您别。徐璐，你觉得这名读者有些怪，你向管理员求救。哎，这位先生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看书就看书。先生，先生，哎，看书归看书啊，不能调皮的。不行，这样子。我没有啊，师傅，实在是你们这个图书馆有问题啊。怎么是我们图书馆有问题？好好的，有什么问题呢 ？Michael 这个神都这样看书的。对呀。我哥，哎，还不承认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经常会这样，我是行，腿部有问题。你们图书馆实在太奇怪了，算了，我不看了，我走吧。啊，我走，我不看你走了，走。嗯，这儿挺好的，干嘛走嘞？露露，你看你的，没事。来来，不要管他。哎，等等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报警器响了，查一下你的包可以吗？是说我偷东西了吗？没有啊，就是配合一下行吗？好，我配合你。好好好，我把包就拿给你看，如果没有的话。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。行行行行行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他这个包啊，过安检的时候响了。啊？咱们得看一下。哼，这位客官，难道你有偷东西吗？啊？叔，你把小母猪的产后护理也给偷了，这是我们镇店之宝。不是这样的，师傅，你听我说。什么不是这个实在？你别走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故意的吗？我原来是采蘑菇，习惯性就往后边放东西。徐璐，你发现你的手机不见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我手机呢？手机？对啊。手机呢？手机。大东，把他包拿过来。你要上哪儿？别走啊！哎，别走啊！我帮他找手机，师傅。有没有？哎，我的手机，我的土豪鞋。是你的吗？是你的。
你怎么这样啊？采蘑菇也都这样采的吗？手机跟蘑菇差那么多。他屏保是个蘑菇，我以为就是。那你不能见蘑菇就采啊！然然，你把薇薇送到保安室。没关系啊，我去把她送到保安室。好啊。哎呦呦！走啊！哎呦走，咱们有个说法啊。哎，小心啊，大东。哎，其实你喜欢徐璐已经很久了，你要在这里表白。啊！既然他们都走了，其实我有一本书想要介绍给你。什么书啊？这本书呢，就叫做《只因单身在一起》。请问你单身吗？那我们就不如因为两个都单身而在一起抱一下吧。